笑，大仙不闹，我不来，还是得看我关羽来操作。来打工，好兄弟，他在我面前玩这个有用吗？这我灵性的操作，斩老孙！拜托了，别去送！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老弟！我动不了了，哎呀，我真的是醉了！拜托了，别去送！我们经济这么好，3500、3000，都在蹲这个下路车，这个下路车必死吧这一波。闪现二技能大招一套，结果他扛了一波大，他不会把我队友全部杀了吧？哎呀，老弟！我真的是醉了呀！哇，真的是能的打呀！掉点血好不好？你就是个刮痧英雄，还不明白吗？啊，好高！哎呀，好家伙！看到没，夏洛特最后还是一个刮痧英雄，是不是？你以为这个夏洛特他杀了很多人，他就能振作起来吗？没用的，刮痧永远是刮痧。你跑！呀呵！哇哦！好家伙，闪现复活，人还没死，这必须开启我的小疾走，踩一脚，开了个大招，一手一技能，小辣走位，这顶一手，一手一技能，小辣走位我顶，再顶，回头一刀，我终于是发了财了，真醉了，打这么久，点了个大招，突了进来，我这个踩一脚，拉开一手一技能，然后这个副甲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真的是要死了。还要打我，还要打我，救救我，救我，我可以走的。回头一脚踩到他，控一波，一手一技能，控了个寂寞，他霸体了。你比人家更刮痧，是吗？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。